本章专辑由 DJ 小风采全力打造，请九 QQ 379854-1。才知道有一个曲奇的这个梗的，我真想笑。刚才那首歌摇头来姐，然后我没有再给大家介绍我自己呢，是不是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992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然后咱们给这个关注点一些，点一点。皇上，我又来啦！皇上问好。我还不会做曲奇呢，等以后就是学学啥的啊，给自个儿家大哥做一做啥的。现在就是还没有学会这个技能呢，跪安吧。那我走了。自早我来到992以来呀，就独得992皇上们的恩宠，所以说我就告诉皇上要雨露均沾，可皇上非是不听呢，就宠我给我宠的哼不要不要的。哈哈，你们怎么不笑呢？我搁这地方逗你们笑呢，你们居然怎么就是当我不存在，是不是如此的没有存在感吗？什么意思？真心临宠皇上，今晚臣妾身体欠安，好像来喜事了呢，今天晚上人家见红了，不能宠幸我。皇上你要着急的话呢，你就给关注点一点，完事儿我们回房间慢慢的慢慢的啪啪啪。主播疯了，笑不出来。曲奇哥，那我给你做个曲奇，你能那个就是笑得出来吗？我给你做个曲奇。我还没有做过曲奇呢，我就想把我的第一次给你了，你觉得总不总？说什么呢，我这吃错药了，吃药了，吃错了，我也很无奈呀。
哎，大家先点一小心心呗，点关注不迷路，对大家给那个直播室同仁勾一勾，然后大家先此时此刻来把这个小心心点一点，用力怼他不让停，证明你们是男人的时候到了，用力怼他啊，不要啊，不要停，证明你们是男人的时候到了。如果说是男人的话，就给小心心，把这个小心心就当成小二人，用力怼他，你看你们是不是一个床上小旋风，看你们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有持久性的男人，证明你们是男人的时候到了。兄弟们给这个小心往上点一点，能不能点到100个，完了我给你们跳一个性感的，脑袋嗡一下，心脏咯噔一下，底下不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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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几下的舞蹈，东北哪嘎的都，我就跟你说哈，我不是东北的，我其实啊，人家啊，就之前呢、啊，我是一名华侨，以前就是生活的那个城市呢，就是蛮好的，然后就是最近啊，就来大陆哈这一块的，完了就是看看大陆的情况，就万万没有想到大陆的男人都这么的热情，就点关注点小星星都不带停的，就人家就是好开心好开心的，我给你就这样子啊，我跟你讲很机车耶，你知道我是哪里的了吗，这样子很机车的嘞，嘴里含着啥呢，含着我上直播之前吃了点曲奇，好像没有吃光，你不能猜到我是哪里的吗，可爱吗，你看着我的眼神，你再说一遍，我可爱吗，除了可爱我还有点，除了可爱我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就是优点，你看着我的眼神告诉我，就没有其他的就是词，就是形容词形容一下我们，就感觉我很性感吗，真的很机车耶，这人家也不知道机车是什么意思的，眼神不好没有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讲就是 YY 上面有很多大哥就喜欢那样式的就是女主播，完了我看那些女主播做的就可多可多的了，那些什么样的主播我跟你们学一下，他们就是那样式的，就是那种主播就是一直播的时候就是眼睛给你画的黑黑的，然后嘴唇给你抹的亮亮的，然后一直播的时候穿个小丝袜到这里的，然后你一来了就啊，哥哥你来了，等一下我跳个舞吧，这好像不是脱口秀直播间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本张专辑由 DJ 小光彩全力打造，想继续听的给关注点一点85491，
眼睛黑了没有？人家粉粉的嫩嫩的，不是不可以啊，不禁止说话。欢迎大家来到九九二，总是看不到眼子。